在我即将崩溃的时候，我竟然找到了一个营地，这一大片都是我的。因为现在是淡季，所以说没有人来，只有一个管家在。大叔人特别好，还跟我说有问题随时去找他。没有水，没有电，好像是。不过我觉得我今天应该不需要充电，运气太好了。Tomorrow， 我们来看一下我们昨天晚上露营环境。这是内蒙的乌兰察布，然后我昨天赶到这儿的时候已经天气很晚了。本来是要在这边的地质公园的火山下露营，但是因为来的真的太晚了，实在是分不清哪些是牧区，哪些是景区，哪些是可以扎营的地方。随便找个地方扎营的话，第二天要么被围观，要不容易被掀帐篷，所以就从地图上就近找了一个营地。内蒙这边的营地冬天基本上是属于歇业的状态啊，所以非常感谢老板收留了我。我现在偌大一个营地，只有我一个人，鬼嘛！然后把帐篷扎在了这个它最大的这个营位上。对比前几天的环境，简直是可以用奢华来形容。依然没有水，没有电，不过这不重要。当然，在木砖板上的扎营的优点就是整洁干净嘛，但是缺点呢，显而易见的，就是它会漏风啊。所以现在帐内的温度依然是很低，整个帐篷都已经结霜了。看，这就是为什么我要给睡袋放个外罩的原因啊。除了防冷凝睡以外，还会防止一些东西落在睡袋上。然后我昨天还犯了个错误。我不是换了个睡袋吗？没有用黑冰的，换了个木高底的睡袋。结果我把头灯放到了睡袋上，然后忘记关了。很快啊，瞬间就烫了一个洞。看，今天还要把它补上，不然这里面这点毛毛全得飞走了。我们也可以从这个洞往里看一下，至少证明木高底这款睡袋用的真的是羽绒，不是羽毛。每天早上起来第一件事当然是给移动电源充电了，因为在这么冷的天气，对吧？光靠一腔正气明显是不够的，我们还得靠科技的力量。我里面会有小电热毯，至少在零下20度左右都是没有问题的。然后另外一个取暖设备就是热先生，我因为没有带煤气罐，我带的是丙烷，但是丙烷会遇到一个问题，补给起来非常麻烦。我在上一站的时候去家户外店只买到了2个丙烷，这个丙烷是用来应急用的，结果现在成了我的主力取暖装备。这个是 18B 啊， 18B 的话功率很高，它两罐丙烷气只如果说满功率运行的话只能运行 2.8 小时。中档位可以运行 4.8 小时，低档位可以运行11个小时。我一般用中档和低档，因为高档实在是没有那么多罐。今天要解决的是要么是丙烷供气的问题，要么是柴火炉的问题。不然的话真的很冷。好了，我们先给太阳能板充电，加油。我用的是两块160瓦的板子并联，然后其实在大部分情况下，它的输出功率也就100多瓦，就是太阳能板它标称功率啊，一般你打个对折，基本上就是中国大部分地区的实际的输出功率。然后再回答大家一个问题，就是户外电源在低温情况下到底能不能用？
能用，但是会有问题。什么问题呢？至少我这款，这是第一代的那个正号的电源，我遇到问题就是低温报警。什么叫低温报警呢？给大家看一下啊，给大家看一下它显示屏显示什么东西，看不清哈。一个电热毯一晚上大概用70%的电，就不到一度电，可以用一晚上开到高。一个单人电热毯一晚上，用大概70%的电，就是开到高温的情况下，所以说我要把它充满才行。正常的话，满功率运行的话，大概4个小时可以把它充满。但问题是现在一直处在低温报警的情况，看它一直有个低温报警。放电，目前没有遇到太大问题，主要就是充电。一会儿把它拿到前面去晒晒太阳，看看可不可以吧。Tomorrow， 兄弟们，幸福主持来的太突然了，竟然有柴。如果有木头的话，那么我们可以在这待很久。我估计他们老板和他们的管家可能做梦也想不到谁露营会带着电锯来。虽然算不上柴火自由吧，但是在前面那个地方有很多柴可以用，但是还是收敛一点。我没有拿我的3层斗柜，而是只用了2层。哇哦，那边真的有人在放牧，看有木头，这些木头我是不是可以烧完再走？嘿嘿嘿，哎，这是件值得庆幸的事儿。来吧，干活。刚才管理员大叔怕我点不着火，然后给我送了一盆引火的东西啊，太幸福了。这是应该是松树皮，是非常好的引火的材料。哎，太感谢大叔了。又见面了，兄弟，今天过得怎么样？这就走掉了，拜拜。1 hour later， 6到7级风，看看这玩意儿还在正常运行啊！你只要气罐行，它就没问题。我旁边说我不行了。The next day， 这是内蒙乌兰察布收留我们的营地，给大家看一下。
一大片空地，还有很多小羊，还有卫生间，然后有阳光房，还有这种民宿之类，就蒙古包，还有自己可以搭帐篷的区域。正常开放的话，有水有电，然后那边还有统一的淋浴间、洗漱间，都在那边摆房子。那个房子我不知道是干啥的，反正我感觉整体还是挺不错的，很安静。非常感谢老板的这个收留哈。离地质公园不远，我一会儿就去看一下火山。对车辆装备没有任何要求，可以住民宿，可以自己搭帐篷。春天夏天过来玩的话，我觉得这个营地还是挺推荐的，因为远处应该是很漂亮。去跟管理员大爷说，白天会有很多小羊过来。这边应该还有餐厅和食堂。这边是餐厅和食堂，然后娱乐设施，但是现在都已经没开放。大叔，我走了啊！哎，你慢走啊！啊，没事，你别出来了，外面冷，别感冒了，别出来了啊！谢谢啊，谢谢。哎，好 ，Hello， 嘿、hey ，杨兄，我要走了。杨兄，打个招呼呗 ，Hello， 我要走了哦，希望下次来还能见到你啊。那你就是人生赢家了，拜拜。名字叫乌兰察布火山草原自驾营地，这边还有个好像很厉害的牌子，但我也不懂这个级别是怎么评出的，全国4C 级自驾车旅居车营地。这是前两天收留我的地方，这一整片都是，那边是应该是有可以自己搭帐篷的地台啊，就是木栈板，然后这边两片空地估计你想搭也可以搭，但是有点坡度啊。前面那边修了地台，但那个应该是扎蒙古包用的。好啦，我们去休整一下，准备去下一站。耶、yeah。